大家好，欢迎来到有感新闻，我是小编马丁。今天马丁想问问朋友们，你们是否想过，极地的冻土之下潜藏着什么人类不知道的秘密？自从现代科幻出现以来，北极、南极可谓是住满了稀奇古怪的生物。从超人老家来的飞船，到哥斯拉宇宙的巨怪木托，科幻电影、小说里的极地可谓是人丁兴旺。最近，现实世界的北极开始躁动不安起来。纳萨的气候科学家表示。 北极更温暖的条件导致该地区的部分多年冻土层解冻，数种古老的病毒再次重见天日。出于安全考虑，科学家只研究了一种有可能感染阿米巴细胞而不会感染动物或人类的病毒。科学家表示，由于多年冻土提供了一个没有氧气和光线穿透的环境，所以病毒得以存活至今。虽然科学家有信息制造出可以对抗这些古代病毒的药物，然而他们目前并不清楚病毒的传播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拉萨表示，应该通过解决整体气候问题来努力阻止解冻的进程。疫情尚未过去，这些远古病毒是否会成为人类的新威胁呢？欢迎各位家人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我是小编马丁，下周同一时间再见。